Yeah!
Thank you.
第一局，大安对礁溪，大安32分，礁溪30，大安领先一局。
第二局，大安十七，礁溪二十五，目前两队1-1。等一下叫他们准备啊。
八七八很美女吗？美女啊，有一样子呀。那个早能够吃饭呢，你看，今天这么快，我又要看看，一拿来，那好，好，一拿来，一到铺子上，卖了。卖了。加油！
笔数，大安二十一，礁溪二十五。Thank you.
早上在打，看他们那个台台房下来，上去那打，那阵势是不一样的。昨天是十六打，十六先发将军。你知道是做坏的吗？冒红，那个冒红，是冒红，冒红休息，冒红。代替，人咧讲话，你就爱注意听，他们叫无礼貌。贵气。我无话讲，人咧讲话听无歹。听讲你卡同款，等下即间卡那必须啊。那一定会啦。那个好。那个查甫人是外国人，你讲话一定查甫的。无了解，我问你解释无了。昨天是那个正式，就是几点上去的话，就是戴三帽，对不对？你看今天这次会几点没有上去？换那个什么站点？中间他就跟那个玩坐那个自由车，啊，我所想到跟教官就这样所想到，我们出发点是上古，我每次看到他继续打，但是他 OK 啦，下来了，可以休息他。对啊，啊，你有没有喜欢不学学？要勉励哦，他们互相勉励，因为那个刚刚胡怀燕在演入戏。他们在演戏，但是他做副炮的时候，副炮一场一局就打四颗，比他得四分，比他演戏得二十分还重要。所以我就今天早上我九点，九点就来了。是最起码，心里是因为他下去，每一个球，因为很少人去攻，他就攻起来。
生是不一样，他们教练就说，慢慢讲，然后再加上摄影机就加出来。那你都被研究？对啊，因为他们就是，事实上培养力好处就是说他们会放掉一个人，把所有的人放在主力的攻击，他心里就是。之前在复赛打的时候，他们就只有三个人，所以他就打不出来。那个时候上林就装进化，一直打。所以说雷诺他就不怕。结果那一场球，基哥就不要讲，全部都不要你算。一场球赛摸一颗球，我说没有关系，我说这就很对。我跟他说啊，你必须严厉守力，应该躲起来的严厉。他说还好他有接，他有接纳。事实上，因为下去的话，他就死了。今天他妈就说，他给你建议的。我说嘛，喜欢建议啦，有时候五分钟老教练啦哈。对啊，他进来的人在摘了，他们几个跑来打工去了。你说你做工人呢？我看来跑来这还长，他们家教练教练好，你也不能搞你进来啊。多谢教练看球了。他在这边，他是说。Thank you.
这个袂煞袂振动，我紧调，无那袂用调动。系啊，啊，这个袂振动啊，我爱调。Thank you.
穿 IC 的哦，还有身体的哦。我们三个 IC 都还在那当中。上面嘛，赶快来几天才到。